们好，今天我们来学习集装箱船舶最终机载图。最终机载图又叫主机载图，它是在集装箱装船完毕后，由理货公司的理货员按船舶实际装箱情况编制而成，因此它是集装箱船舶实际装卸情况的最终结果，也是计算集装箱船舶稳性、吃水差和强度的依据。最终机载图由最终封面图、装船统计表及最终航向位图三部分组成。我们先来看看最终封面图。最终封面图实际上是把实配图中的封面图按照实际装箱情况改动而成，如图一所示的最终机载图中的封面图，它与我们讲过的预配图中字母图一样，第一行先介绍船名航次、装货港和本图的名称。图的左下角显示方格中各字母表示的卸港名称。不同的是，它除了在图上标注集装箱的卸港，还标注了特殊箱代号。特殊箱的表示方法与预配图一样，冷藏箱在其卸港字母的右下角标注小号字体 R。 危险品箱因图上的箱格已填了卸货港字母，故一般在该箱格内卸港代号外围画一圆圈，并在旁边注明危险等级，如 D2.1、D3.2 等。如图一最终机载图中的封面图，零一行甲板上放置了五个危险等级为 2.1、卸港为洛杉矶的20英尺集装箱。第二部分为装船统计表，如表一。伦敦快航号D06E10航次在香港装船统计表。装船统计表通常包括下列内容：装港、卸港和选箱港。集装箱状态分重箱、空箱、冷藏箱、危险品箱以及其他特殊箱。箱型分20英尺和40英尺集装箱，数量和重量的小计和总计。表中的 POL 指装货港 ，POD 指卸货港。表中的第一行为箱量，为自然箱的个数。第二行为总重，单位为公吨。从伦敦快航号D06E10航次在香港装船统计表可看出，由香港装船到各港的重箱20英尺有614个，重量总计5802公吨，40英尺集装箱有163个，重量总计2567公吨。其中冷藏箱20英尺有8个，重量总计104公吨，40英尺有4个，重量总计48公吨。危险货物箱均为20英尺，有8个，重量总计66公吨。第三部分为最终航向位图，图二是伦敦快航轮06E10航次离开香港时第43、41航位的最终航向位图。一般来说，最终航向位图的每一个箱位应标注如下内容：卸货港和装货港。通常卸货港在前，装货港在后，中间用叉或斜杠隔开，也可以只标卸货港，不标装货港。另一种方法是用箭头指示范围的办法来统一表示装卸货港，而不是逐个集装箱进行表示。图中420284、420184两箱均采用了前一种方法，其他
的香味则采用了后一种方法，香号含11个字符，包括香主代号、香子顺序号和核对数字，特种香的标志，如冷藏香用 R 表示，长岭香用 OT 表示，板架香用 FR 表示，危险货物香用 IMCO 或 D 表示外，还要标出危险货物等级。集装箱的箱货总重要标出连箱带货的总重量，单位为公吨。集装箱在船上的箱位号，40英尺箱的标志，用叉表示40英尺箱位。如果某个行位图上的箱位方格内出现叉这样的符号时，表示该箱为一个40英尺箱，占据前后两个20英尺的箱位，其后半部分落在打叉的箱位上。超高和超宽标志，超高箱应在箱上方用向上符号表示，并标出其超高的高度。超宽箱要在箱位的左面或右面用向左或向右的符号表示，并标出其超宽的宽度。每层箱子的总计重量，于图的右边标出每层的层位号及该层箱子的合计重量。例如，我们看行箱位图中的42048式箱位 BOS HKG 表示卸箱港为香港，装箱港为波士顿。 MAEU 5874692表示箱组代号、顺序号、核对数字。21.0表示总重21公吨。420284表示本箱在船上的箱位号，位于42行02列甲板第二层，因为43行中相应的位置打了叉，表示是一只40英尺的集装箱，占据前后相邻两个20英尺的箱位。因为占据的是41行和43行，所以我们用这两行中间的偶数来表示40英尺箱的行号。该箱的详细情况，卸港、装港、箱位、总重、箱位号需在41行相应中的方格中标明。行箱位图中的420284及420184两个箱位所放置的集装箱既是超高又是超宽的板架集装箱，所以用 FR 表示。 OH115 厘米表示超高115厘米， OW60 厘米表示箱号为 MAEU587469 的货柜裸侧超宽60厘米， OW45 厘米表示箱号为 MAEU587422 的货柜右侧超宽45厘米。行箱位图中右侧02142表示甲板最底层集装箱的总重量总计为142公吨。以上是今天所讲的集装箱船舶最终机载图，由最终封面图、装船统计表及最终行箱位图三部分组成。同学们都掌握了吗？谢谢大家。